这是我好久没跑，对，这个月第一次跑步吧。应该好久没跑了，因为出差各种原因。我今年44岁，今天刚刚跑了13公里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年龄不饶人啊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不认输，继续坚持。因为你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，你真的是会感受到那种坚持，感觉到自己还行，往前一点点一点点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很美妙的，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，想要再坚持一点那种感觉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我，那么你关注我吧。